Leo， 你这个小羊不是应该是白色的吗？这也太脏了 ，Leo。走走走，把你这些玩具都洗了。这是一筐，你把这些都捡进来。这还有一筐。来，这是你们最后的一箱。这个是最脏的，但是他俩最喜欢。这个的话，是之前那个圣诞礼物，那瓶酒现在已经成这样，难以想象，他们经常这样叼着就过来找我了，然后就在那晃。你看，利欧开心的，那脸上都放光，你知道吗？又看见这手，自己脸上都放光。挎包一下，还有口红的，就是两个全是狗毛的球，这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行，这是所有的了，路卡让一下，不要再拿了。我看你看看这个他们家的传送门，这些玩具都被传送进去了。这是当时接卢卡的时候那个 Breeder 给的那个小玩具，特别小，你看它小，但是它声音特别小，轻轻一捏就特别小。有点偷窃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卢卡偷个球走了。哎，不行了，卢卡，快回来！卢卡跑了。卢卡叼那个橄榄球。利奥回来，把球带回来。然后还有，原来这还有俩 cookie， 它都全湿了，全湿。你看俩 cookie， 多么可爱。叼了个大蜘蛛跑了。哎呦，不卡！哎呦，你俩不要在这儿给我帮倒忙了 ，OK？ 这是最后一个了，其他的全部都放进去了。Many, many minutes later. 走，李友，走，该分担了。天哪，好亮！你看这球，看没？嘿，李友，你烘干了再玩啊。No， 李友，烘干了再玩啊。完全没睡醒。卢卡，对，现在这个要睡觉了，对他。嘿嘿，好了。Leo， no， 不要再拿了啊！你嘴里是不是有一个？嘿。你自己放进去吧，好不好？行了，洗了吧，烘干烘干，关门了。李奥，快关门了。李奥，来，关门了，快出来。看没？哎，多叼两个，这次叼两个出来，叼了一个这个。刚才那个球是套在这儿的，然后把这俩都叼。卢卡，你在干嘛？卢卡有毒瘾，卢卡。对，烘干。Leo在
听楼上那个玩具的声音。 One hour later。 小华，噔噔噔噔，算是忙活啥呢？哎，再见，卢卡。怎么样？没有白等吧？这大窑都洗干净了，多好。快走快走，你都已经迫不及待了，看你俩玩吧。